我依家呢度咧就系吉隆坡中心嘅核心区域啦，靓到劲到咧！依家喺道路嘅中心啊，俾你哋睇下。嗱，兄弟们，老实讲，我觉得我依家喺印度，要点食啊？咁食嘅。依家喺吉隆坡早上嘅10点钟，我哋买咗两杯星巴克，系超大杯嘅两杯美式啊！咁啊，用咗大概系17蚊马币，即是系28蚊港纸，22蚊左右人民币。呢集咧就嚟到戏玉啦，系成部马拉之旅嘅戏玉啊！咁啊，当日咧就正逢系大年初一。整個畫面可以講是相當之虛撼啊！好啦，嗱，依家咧就行到嚟雙子塔裏面啊。不過咧，今日是大年初一咁咧，我見到雙子塔呢邊咧，印度人多過華人，全部都是印度人啊！基本上係，我見到嗰度有個幾隻字叫做恭喜發財喎，恭喜發財。但是佢下面的英文是用拼音拼的，直接公司巴差喎，直接就。嗱，呢個咧就係雙子塔即將入門口嗰個地方，擺一台 F1 喺度，細細台嘅。我覺得是模型嚟嘅，開唔到嘅。不過佢擺咗喺度咧，我都影下佢，係幾靚下嘅，好多人喺度影相啊！你睇下周邊好多人喺度影相啊！咁咧，我哋依家咧就要出去嗰邊喺外邊影翻入嚟雙子塔。會有不一樣的感覺，出面很多人喎。OK， 突然間俾我捉到我目光的是那棟樓，點解嗰棟樓全部生曬草嘅？啲草是假草嚟嘅，應該係呢度真係我想找個位嚟影相都好難啊嗱，咁樣影後邊太多人，前面有很多人，我仲有人在度直播喎。今日陽光幾好，不過我覺得我哋應該要找一個適合的位置嚟影相。呢個位置是靚，但是人太多了。哇！呢邊仲有個很大的噴泉喎，係咁啤啲水出嚟喎。後邊咧就好睇過前邊啊！我認為呢度咧就陰啲就可以睇到全貌。我唔知道咁樣影好唔 OK 咧。嗱，我係從嗰邊過到嚟呢邊嘅，呢邊冇咁多人喎。呢度後邊，我喺後邊就可以睇到全貌啦嗱，唔知得唔得咧？因為我而家睇唔到個鏡頭嗰個屏幕嘅，已經係我本來之前嚟咧就係得雙子塔同埋隔離嗰兩棟，依家仲喺度起緊多，即係越起越多咯。喺呢個市中心附近嗱，嗰邊又喺度起緊，棵樹擋住咗啊嗱，呢度啊，我同你講雙子塔人太多啦，我想揾一個食飯嘅位置都揾唔到啊！依家行咗半個鐘啦，如果你喺雙子塔呢度咧。市中心的中心咧，你係好難揾到位坐啊！估唔到喺一個樓梯的走廊解決咗中午呢一餐，真係冇位冇辦法。俾你睇下吉隆坡市中心的人流，市中心地鐵站的人流，多人到咧。嗱，兄弟們，老實講，我覺得我依家喺印度多過喺馬拉。都有上百人嘅啦，呢度起碼最少都有幾百個人嘅啦喺度。我唔知喺度做乜嘢，幾千人啊！嗱，一堆一堆咁嘅，佢哋係一堆一堆唔知做乜嘢嘅，企喺度成個鐘都唔走嘅。因為我最近呢兩日行得路多啊，呢度呢個彎曲位啊，呢個彎曲位，退一退咧就痛啦，所以叫點告你哋各位網友。咧就唔好要，即系要搭多啲車啦，唔係搭多啲車，即係適可而止啊！屌你老尾！嗱，呢度咧就係吉隆坡嘅百威廉啦，係一個好低税嘅購物中心嚟嘅，不過真係好多人。你入到去裏邊咧就勁勁滾滾，雖然有5-6间咖啡店，而且係唔同品牌嘅，但係
你入到去唔係燙咖啡，係直接係灌咖啡嗰種咯。唔得，因為出面實在太熱啦，我哋依家即刻要飲翻杯咖啡坐低先，因為行到我好攰啊，而且今日好旺，好多人啊，特別係商業區呢度。嗱，啱啱飲完咖啡出嚟啦，依家係晚上嘅6:00啊，係喺吉隆坡嘅市中心，你睇幾多人？我都依家都唔敢落行落去啊，因為如果你行落去咧，就要跟翻佢哋嘅節奏咁樣行噶啦。如果你稍微停低咧，你就會阻住咗佢哋行路嘅節奏噶啦。好啦，嗱，我依家呢度咧就係吉隆坡中心嘅核心區域啦，似唔似香港嘅中環？似唔似旺角？似唔似大阪？似唔似東京？似唔似紐約？嗱，全部都係嗰啲打曬廣告嘅廣告牌啦、霓虹燈啦，同埋。等十字路口的人在度穿涌而过啊，同埋咧，仲有中心，中间仲有台嗰啲列车喺度经过嘅，呢度就是吉隆坡的中心啦。呢度嗱，我依家等紧红绿灯，阵间一绿灯咧，啲人咧就会从呢边穿梭过嚟，嗰边啲人就穿翻过嚟，好靓，好多人，好有画面感嘅，真系可以讲系国际大都会咯。哇，咁大个长跑，我呢个真系～叫做小兒科啊！過到啦，過到啦！靚唔靚先？正唔正先？依家咪拍緊視頻噶。嗱，我依家喺道路嘅中心啊，俾你哋睇下，靚到勁到咧！你咧，我而家爬咗去邊度？我而家爬咗嚟呢個花壇呢度嘅上邊啊，係咪好多人啊？好尷尬，好多人望住我，我而家行翻落去先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吉隆坡嘅街頭藝術啦，好精緻喎，畫啲畫，好有藝術感嘅。俾我揾到一間寶藏級嘅店鋪，你睇啲嘢幾長幾大碌，嗰啲就係印度嘅。印度的那些叫做什麼？紙巾餅。啊，紙巾餅啊，是的。你看多大碌多粗，是吧？哇，終於上了。我們這個點了這個超級無敵巨無霸級的餅啊，有成半米高啊。哇，幾大碌，成米長啊。米二都有。你看幾長這個餅。你看動東西看看勁不勁啦，好唔好食先？要點食啊？咁食嘅，得啦，我乜嘢都食，得啦。好脆啊，好似薯片咁嘅喎，哇，幾好食喎，好似薯片咁嘅喎，甜甜地，脆脆地。好薄啊！其實嗱，呢啲嘢好薄啊，咋甜甜地、脆脆地，你奶啲嗰啲煉奶啊，好仲正啊啦！入口即化，其實呢個純粹係為咗影相而影相咧，老實講啊，真正食嘅嘢唔係好多啊，啫，有啲人仲我見到影完相啊放喺一邊唔食噶咯喎，嗱啲人影相多過食嘅，其實係。好啦，嗱，依家出咗店啦，咁啊又晚黑啦，咁啊欢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啊！今日嘅吉隆坡又要结束啦，听日仲会拍嘅，唔使惊。咁咧，如果啊，依家仲有少少落雨添喎，系啊，呢边咧佢系一洒一洒雨咁噶，即系好少人系会担遮啦，除非好大太阳，佢系一洒雨跟住过咗就冇啦。咁啊，如果中意我条片嘅，记得点翻个赞啦！啊，记得关注订阅我，我系荣仔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